乐高轮车，我要当最大老公公。我想要一台电子琴。我想要礼物。所长，伊拢出来，我就叫收掉，用我的囝仔头，我行头前，啊，回答我的囝仔头行安尼。你喜欢阿妈这个所长还是那个所长？当然嘛，喜欢我所长。哎，我，看一下我。小心又要大了，大了，大了。对呀，这是大了，大了不少，多少了？听到的时候，好，那你赶快去尿，尿完赶快去找老师上课哦，好吧？好，好，那你快。对，他平常上课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跑出来说他要上厕所。他体力比较不好的时候，他会问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体力怎么那么差？我连厕所跑到，跑过来上厕所，我就那么累。”白血病是血白色的，啊，不是啊，白血球不是也是白色的？你的白血病是因为白血球36万5，发生什么了？嗯，癌症复发又长出来啊，就是你身上的白血病是癌症的，对呀。手放掉好不好？你让我弟弟好啊。花枝冰箱还有，冰箱还有啊。怪兽，怪兽，怪兽。啊？怪兽，怪兽。好了。就一岁之前都不会生病，但后期的时候，一个月两三次，就是几乎你出院完没多久就感染了。走吧。看吧。快点，快点。啊，手扶好。这边拿着动。好啊，那不行，我还没帮你签名呢。妈妈，干嘛？你在搞什么？我忘了签名吗？不行。他是哪只啊？你说男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不要管那么多啊。他只是一个同仁，嗯，你摸到他的眼睛。哇。昨天开刀开了算嘞，开刀几落间？啊，你让医生讲讲，啊，拢无机会啊！啊，嘛想办法去学一下手艺，有在挽救，有在甲医，有在甲医嘛。我看孙安尼咩，啊，干么电话咱咧头，我们电话咱咧头。哎，小孩子，你右手不能涂啊！哎，他已经涂了。可以不要吐妈妈吗？嗯，很好玩。啊，小孩子，爸爸先回去了。嗯。爸爸整理东西，爸爸先走了啦。嗯。妈妈可以洗一个手吗？嗯。可以啊。谢谢。你在这陪我，大弟姐。哦，爸爸先走了。拜拜。我记得。他大概两三岁的时候，过年也在医院，什么节气，端午节、什么中秋节，全都在医院。对，我现在喜欢他像正常小朋友一样，就是可以上学。哎，我一直不想移植这个部分，因为我在医院住久了，看到移植的小朋友，好像。没有说很顺利的，所以很害怕，一直不敢去问，后来这一次复发也只能接受了。想着我小孩才出生三天而已，就在里面动这么大一刀，加护病房里头观察，而且当下是胸腔是打开的，可以看得到那个心脏在那边砰砰砰。其实他的手术还没结束，只是我这个妈妈在逃避。
好害怕。想抱抱。最想做的是这个爸妈。轮到。轮到伊娶某啦，轮到几岁？我想要这个袋子，还有一个冰冰。想要那个樱桃乐高轮车。我要当个大老公。那些礼物都给我到了。我想要一台电子琴，因为我想要弹给阿妈、妈妈还有妈妈听。微风它轻轻吹，风筝呀高高飞，我们一步一步慢慢追，有我在身边陪。爸爸，看看风景多美，手拉手一起往前飞。越来越帅。也许偶尔下起小雨，也不这么有趣，但要继续往前走，一起 go。 走吧走吧，别害怕，啦啦啦啦，快长大，手拉着手，要加油，我们一起往前走。一起往前走。